Star HK Music Chart 星級音樂榜。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李恆毅，好開心我首新歌剛好登上了呢個 Star HK 星級音樂榜。呢首歌咧係一首好清新、好 chill 嘅 R&B 嘅作品啦。咁我希望大家聽完呢首歌會覺得好放鬆，人生充滿住希望。希望大家中意啦，多謝大家支持。Hello Stars HK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拉 Karen 龚柯韵，我又出了新歌了。今次的新歌呢就是一个三部曲系列的第一部曲，叫做《如果爱能飞行》，是一首国语歌来的。我的歌迷们呢又可以听到熟悉的 Karen 了。这首歌其实是一首讲紧距离的一首歌，比较暗黑系。当我收到这个 demo 的时候呢，我就跟这一首歌的曲詞編監人 Tony Ng 咧就傾啊，究竟喺咩狀態之下咧，我會處於喺一個黑暗啲嘅狀態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咧，為咗一段關係咧，你係奮不顧身嘅飛奔去對方嘅世界嘅，不顧自己嘅感受，去盡量去滿足對方，對方嘅需要咧係冇被滿足到之餘咧，反而令到自己的心靈咧係受傷嘅。咁而我咧就曾經係為咗咁咧而失去咗自信心啦、自我啦，甚至乎係迷失咗一段時間嘅。希望大家聽完呢一首歌之後咧，可以心靈得到安慰，亦都可以鼓起勇氣逃出一段傷害你嘅關係。今次咧，我亦都有一個新嘅嘗試啦，就係擔任我嘅 MV 嘅監製，就喺馬來西亞拍攝，亦都揾咗馬來西亞嘅男神，有彭宇晏之稱嘅 Eric 賴宏恩咧做呢一個 MV 嘅男主角。我同佢咧有好多嘅互動，想知道係咩互動？不如去睇 MV 啦。Hello， 大家好啊！歡迎收睇 Star HK 星級音樂榜第14期啦。我是主持傅卓玲嘉嘉，喺度好開心啊！又同大家一起嚟數榜啦。好，倒數20位，信之卷 Anson Kong， 19位猥瑣吳寶琪，18位墮落陳柏宇同埋 Lovell Vegas， 17位是 Inner Space Mira， 16位保持通話張智福。15位曙光何展睿，14位100億負能量戰士 iPhone Show， 13位色彩背面張慈豪，12位再說我願意詹天文。這首歌呢亦都是劇集雙生陌生人的插曲來的。11位是 Long D 陳海榮，在這裡很恭喜這10首歌曲啦。每一期呢我們都有挑戰歌的，今期就有3首的挑戰歌。第一首就是《小心地滑》，是 MC 張天賦的歌來的。這首歌呢 MC 就很有突破啦，無論他的音域和他的風格啦，我覺得很有靈魂在這裡。今天第二首呢就是《無區》，是陳浩 Edward 的歌來的。第三首呢就是《願望之翼》，是阿 Carl 雲浩影的歌來的。咁喺呢度咧，希望大家都支持呢3首嘅挑戰歌啦。跟住落嚟咧，就倒數10首歌曲啦。第10位係 Exagon Lollipop， 第9位係 No Tomorrow 鐘雨璇同埋 Henny， 第8位係夢想者信仰 Lolita 蓮姐 Aaron Award 同埋 Archie， 第7位係剛好 Jenny， 第6位係如果愛能飛行龚柯韻，第5位係作品的說話姜濤。第4位是事业运气有 Oscar 和冼正福，第3位是 Never Never Land Cora， 第2位是相爱万年李思华。冇错啦，第1位就是要为今日回忆 Aftercast， 在这里很恭喜的 Aftercast 4位小花啦，包括有 Gigi、 Chantal、 Yumi 和 Windy。我第一次咧聽呢首歌嘅時候咧，我又覺得咧好有少女嘅氣息啊，好開心呢首歌，亦都有友誼喺入邊啦，亦都咧令到人咧好有感染力啊，回憶起咧當年喺校園嗰啲咁嘅青春歲月啊。咁嗱，大家如果有一啲心儀嘅歌曲，亦都可以咧留言啦 ，email 俾我哋下面呢一個網址，推介多啲你哋中意嘅歌俾我哋。咁喺呢度咧，好多謝你嘅收睇啊！咁我哋下集見，拜拜。